您有一条来自国宝的留言，请注意查收。曾侯乙编钟音响记录，采录单位湖北省博物馆中国唱片总公司，1986年3月29日凌晨2点开始，室内温度18摄氏度，载录国产音叉 A 等于440赫兹。上层第一组，该组共有钮钟6件，上一一正骨音。侧骨音，下27正骨音，侧骨音。全套中的最低音为下层一组第一中正骨音，全套中的最高音为上层一组第一中侧骨音，全部咏中音域共跨5个8度。中层第二组，该组共有5枚咏钟12件。中层咏钟构成的C 大调音阶，曾侯乙编钟共有64件，另有楚王所送的伯钟1件，除伯钟以外，每件钟均标示有2个不同的音名，1986年4月6日晨6时整，全部采录工作结束。国宝留言持续更新，请注意查收。